Sí, ya está, ya la vi. Amara SG.
我们来到这个城市之中，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如果这个骄傲在我们心中，好像真正的骄傲、自豪感来到我们心中，那么真我才会展示。那么这个人在发展，在灵性装置中，才未来成功，才会能好对我们自己的荣耀的这个世界中心来感到啊骄傲。如果我们的曾祖父呢是国家的总理，那么呢，你想我们会有这样的笑了？所以我们这些呢祖先们、明星祖先们在我们小市上有表现的曼哲里，他们展示了自尊主在身上，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自豪。我们是爸爸的后代，他爸爸是我的曾祖父，他是南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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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曾祖父。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幸运来到这个城市之中，应该说我们的幸运是无限的。所以各双美的神像呢都在这里，我们才能不在不撒姐妈就听到了，然后他们才哭的神像在这里，这个美丽形象，这个马布布在这里。马布布是谁呢？他是恩赐的化身，他是贝玛化身，贝玛不是说的他神圣在的体现。就这么不呢他说了，我想保留我的爱在这个河中，我说了问马布布，巴里玛也就是他问的马布布，我怎么能认出来他们在这哭呢？我想把这财富给他，你给我的财富我想转交给他，我怎么认给他呢？然后他们在这哭呢？哦，巴里玛河啊，不要担心，然后他们这个人物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荷兰高涨，你心中的爱会自动的高涨，会融化，那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个人就是呢我说的 Narottam Dasaku。 因此呢，在马普星球的爱就藏在了巴勒马河中，而巴勒马将这个财富呢转交给了 Narottam Dasaku， 因为他是呢合格的接受者、领受者。因此呢，巴斯三萨斯拉利帕巴德说了，他说呢，有多少人想爱呢？你想要爱的举手。有人想爱要爱吗？那些想爱的人，那他们要做两件事情，要吧？应该做什么呢？你要读一本书，叫《Prem Prem Bhakti Chandrika》，第二本书叫《Pragna》，两本书要买下来。而且研读这书，摆一下这些书，不然把提前去打，每天唱这些歌，用歌打和南麦当加苦的唱出来，用大声的唱出来。南麦当加苦呢？南麦当加苦呢？他呢写这本书跟巴蒂成就感，一种两种特点，无论达不达到 buff 呢，都是呢对我们的灵修都是有利的，不要忽视他们。每天唱诵呢唱首歌，是让我唱诵圣名的时候，才会毛发齐竖。是名字。
是拿到张大哥的歌哈，鼓舞的文化组上啊，示范非常小心，非常小心的啊，去呢向鼓舞点拜，不要呢忽略鼓舞的文化组啊，这是鼓舞文化组这首歌，第二次演。我每天早上唱，这些都是拿张大哥的唱的，对。二一，老师，我到了。一个三块分离啊，我一个头上十块啊，投入火海。这是啊，分离性的，然后张大哥在这首歌中体验出来。真爱，全然的爆哭啊！这本书披萨下咽。然后当这个呢，他的渴望是什么？然后不管呢，在夜晚呢去呢，去见可是呢，我要成为他的脚铃。然后不管呢，我带着这个脚铃，狂喜的舞蹈，我想成为他的脚铃。我发出冲冲冲啊这个声音。因此呢，天哪！我浪费了我的生命，我呢得到人生，却不从事对巴黎的服务，我的生命已经浪费掉了。我得到人生，却不能崇拜拉达克什纳，我完全浪费了生命。现在啊，已经年数已老，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只要唱这些歌曲呢，不是不能呢，自然在心中油然而生。然后他们在这里呢，他为了得到咕噜多辛苦，就像我们那样啊，坐在空调房里面见咕噜。他是个王子，是蹦下来的王子。他放弃自己的富裕和王位，来到本达文这个地方。去呢，给罗克纳达古沙弥呢，去呢，清洁呢，粪便，厕所，然后呢，用水，用呢，软沙，给他呢，铺在那里，服务他，取悦呢，当时的自己卑微的这服务呢，取悦了他的未来的灵性导师罗克纳达古沙弥。罗格纳达斯拉米呢？但卡蒂勒瓦这地方灵修，在卡蒂勒瓦这地方灵修，在晚上呢，克什纳在梦中跟他说了：“哦，罗格纳，我在这个屋里面睡觉，你应该把我呢，弄出来。我现在呢，身体呢很冷，也饿了，你把我弄出来吧。请呢。”所以呢，罗克纳在上面呢，在神像从湖中啊挖出来，用他的布呢给他抹干，然后穿着美丽的衣服，这个呢去修了，去修理呢神像啊。年轻爱女跟他说了，罗克纳，我们肚子饿了。然后呢，用了他们树的绿叶子做衬里，还有这。给神像吃啊，他就跟神像说啊，神像说了，我肚子还没饿，还在饿，但是除非你有按摩的话，不然我睡不着。罗姑娘告诉说，好大姑，我会给你按摩的话，原来他给他煮按摩的话，有人说了不想病吃饭。有人说克什纳并不睡觉，他通过唱诵呢美丽歌曲的收导去让他入睡，所以呢像耶稣的一样给他吃的，像耶稣的一样哄他睡觉，那他就会吃，他就会睡。当然了给云南的神像呢做美味的食物，给他散风，让他睡觉，给他按摩两万足等等。
实际上呢，每一个神像呢，在斯克拉克的故事里，当他在拉的空中的时候，当他在拉的空中的时候，神像，他对神像说了，他说不能够这样服务你。我神像说了，不用担心，我会安排我的崇拜。你现在这个呢，找到了这个神像，这神像呢来，刚刚到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本书啊，有些书呢是万三般的，人性关系。那第二三章的新的定义。我怎么来明白呢？不是关于呢，关于呢临时目标的书。为什么要这么的苦呢？他把呢这本三本书总结起来，写下来，把这本书当做新的病毒。风海甘露这样子点滴，他写在把这本书看呢。这本小说好像为了讲，就像呢，蓝色的，蓝色宝石般的故事呢。印度姑娘阿卡纳再来本书。如果呢读这不读这三本书，不能成为老师了吗？所以呢，库沙达后来就不上面说了。我现在如果呢，有次进驻，那讲的，有次呢，大家读到呢，库沙达斯的上面是这样的。孟加拉语的版本呢？在这上面，这本书上，他是刚开始就是24.5轮明月。那么他讲刚开始的这个半轮明月在哪里呢？所以呢，可是他看不到那书，不可能啊，有那种像放在这里，哪一个字节可以成为的半个呢？哪个地方现在半轮明月呢？他不能明白，在看不看去里面，哪个音节是半个音节？他想放弃呢，拉的空，啊，就是说，要说呢，我不知道我那念诵的曼陀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在梦中现呢？你应该查这一本书，那里面解释到了，这个药这个词，就是八个音节。我在这个地方发展，我这药呢，在这之前就是八个音节。20个指甲，脚趾，10个指甲，20个，还有脸庞、微笑等等，构成了24个明月。脸颊、额头，额头部。为什么叫教过那个？马杜的卡赞比尼放在里面。如果你想呢，每处都要想要放。想知道呢，奉爱服务中的麻烦问题，那就要读这本书《甘露的如何》。
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拉什纳查查卡，愿自发疯爱之徒，乃至自发疯爱的徒弟，必须研读这些书经。我们读这些三等的事情，在我们的概念，我们从事何种范畴，对我们的灵修往下带一把过程那么重要。在圣人不在我谈里面，我这完整只算只是拉到不少之间爱的情爱情而已。有智能Rama New Jaya 的创新，他开始进行修。Rama New Jaya 本领人有个标准，他告诉我说要这个狗。有个疑问啊，没有人可以呢消除。但是呢，我来到比丘沙那库呢，他呢马上就起，得到从疑问得到了疑问。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学者，我从来没见过其他传习中有这样的老学者。因此呢，他非常的感觉非常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这样的一位强有力的维西纳瓦呢，就是呢，比什么那套教派的苦。当罗布那套说明从十八章的时候，阿波告诉他，告诉罗布那套说明，哦，罗布那，您的去文达文去从事呢，对，大家都想服务。我给你呢、两个爱的对象，一个是给我当上使徒，还有呢贡加玛拉，这个跟红珠子啊，相似豆娘子。我看到那个马巴布拉给的给我当上使徒，他背在呢这个颈脖上用泪水沐浴。所以我可以看到不是这个的神像，然后他们这个神像，还有呢是罗布那个上面的神像，都是最顶级的外星人嘛神像啊，他三马子留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非常幸运来到这个地方，尤其是呢更幸运的是我们来到孤独这个墙下。所以多少人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只是呢别知道的问大人的点点，这是个不会言辞，但是呢这个呢参与人也是说对问大人的爱的时候，世界和文达文，因此呢，我们永远等于他。刚才呢，我们听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阿萨婆这个仁慈，让我们知道这地方的伟大之处。
他解释了他心中的情感，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解释了这种情感。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在这里看到一样东西。刚才你们听到我们勾掉的古鲁瓦嘎，他哭成像了，也奉献着心中的爱而他无言无望，因此他无言了神像其实啊，在你的服务外上啊，还有不断的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像，拿到他的时候拿过来的一个上面，所以每天奉献者他们实际上都在这里，他们的啊神像的变成是永远的心，他给我们啊一世复一世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眼睛去看见连大门，因此呢舒达玛是刚才讲的是古德，我们非常幸运要有人像我们这么幸运，我们来到古鲁德面前，是巴基维丹的南无双明这么这样的一位古鲁面前，他呢讲述了这些小时光，他也跟我们讲述这些古鲁们的故这些呢啊，灵性导师们在十多长时间的故事，要我去自由界明白他的荣耀，所以这么罕有的巴扎巴西像古鲁德扬古瓦这种巴扎居民是非常罕有的，他接受了心中深深的这段情感，要求呢保留在他心中最深处，不然的话这个秘密不会揭露出来，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主库什纳特别的能量，超人能量，永远明白这个秘密的。有个玛雅完全会责备这些时光，但是呢，然后他们在乎为什么能够活下去呢？他说：“哦，为什么我还能活下去？我的咕噜。”然后他们的咕噜说了：“为什么我还活着啊？我的咕噜已经去了。”他已经离去了，为什么还活着？所以呢，他用他的情感，大家情感呢，拥抱整个世界。所以呢，古鲁德呢，啊，逍遥时光，非常的奇妙。今天晚上呢，我们去呢，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讲述了古鲁德情绪。哎，不是那些我在哭的。他品尝了所有的拉萨，我们试着去明白。是我内心深切的愿望，要读这几本，要翻译成所有的语言，在非常小的本书，但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呢？我只是几寥寥几页就能够给出了奥勾的罗斯奈兰这哲学的精华。现在呢我们去呢时间啊差不多了，不然的话呢啊他们会关门，我们去来到勾布南庙吧啊。现在我停到这里，我们去来到勾布南庙。